这一多吃下去，不得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减肥？哇！刷这条视频不建议你们不点赞。之前网络上有报道，有个博主得不到点赞，他急死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巧克力局来了。今天真的太开心了，一大桌多巴胺。哇！哇，这一多吃下去，不得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减肥。蛋挞心奶香味好浓郁，这巧克力好浓郁啊，吃甜品真的好开心。这条视频肯定很难过审，让我欢迎一下我们的男猪脚登场。噔噔噔噔，西西拉来给你准备了泡泡糖。你怎么买的？这个好贵的。嗯，来给我吃了。来，先吃一个。泡芙。这块你吃吧。你泡芙茶给我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刷这条视频不建议你们不点赞。之前网络上有报道，有个博主得不到点赞，他急死了。车里走，我们一开始脚本对的不是说你吃花花的吗？不要吃车里走，这人咋不按常规走呢？不应该。一开始说好你吃这个的。你们一整块顺手。你嘴巴怎么这样子？中毒了吧？口红变口黑了。
那个花花可不可以给我吃？你就吃我的车厘子啊？家人们谁懂啊？这泡水最好干啊！哎呀，今天份的糖分补充完成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，牙齿都黑了。